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在25日完美落幕，其中9位在大型场合露面的林志玲也出席盛会，和日本导演北野武一起担任颁奖嘉宾。而林志玲在典礼结束后分享金马奖大合照，但没想到却被发现，因为 IG 的照片尺寸限制，导致只有中间的人出现，旁边的人全部都被拆掉。她发现之后，赶紧在现实动态重新贴出完整合照，并解释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姐姐真的是古代人。昨天发的好像左右两边同学消失了。”许多粉丝看到林志玲逗趣的举动，纷纷大赞女神好可爱啊！Bye.